随着激光加工的不断发展，激光切管、形材加工的应用越来越广泛。今天，华工激光对激光切管及形材加工进行重新定义。面对全球发布国内首台超中重管三维形材激光加工中心，该产品的最大加工管径可以达到508毫米，最大的单根管承重可以做到2.7吨。四卡盘零尾料加工，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，购买成本可降低30%至50%。我身边的这款产品是 LT6060 激光清洗机，是华工激光按照国际出口标准制造的一款明星产品，采用了悬臂式机械结构，电机齿轮齿条和传动部件如齿轮箱、导轨等都选用了国内外知名品牌，非一般的清洗速度，超高的稳定性，高质量的清洗效果，成本极低，具有超高的适应能力。我们以这根直径为60毫米、长度为6米的金属管材为例，如果采用传统的人工打磨清洗模式，清理一根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但是如果用采用了我们这台 LT6060 全自动激光清洗机的话，清洗这一根管材全程只需要10分钟就足够了。向智能化革新，向智慧化升级，华工激光将激光装备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以应用场景连接，以市场需求连接，让激光技术和制造解决方案成为驱动生产、赋能社会的先进工具和理念。依托于国内领先的流线化智慧工厂，华工激光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先进的激光智能装备，以智慧工厂为载体，着力提升交付力、提升产品力，为客户提供更好用的生产工具。